点击收看橙色记忆视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变的是茫茫林海的战友情。9月1日下午15时，武警宜春市森林支队隆重举行2018年退伍老兵向军旗告别仪式。60余名退役老兵卸下军衔，摘下臂章，为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圆满句号。王义之政委代表支队党委和全体官兵向退伍老兵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祝福，希望全体退役老兵继续保持和发扬在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始终保持革命军人的光荣本色和优良品质，把在部队的好思想、好作风和学到的知识带到地方，带回家乡，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奋发进取，有所作为，造船协报，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不要忘了自己曾是位军人，不要忘了军人的品格，不要忘了部队的优良传统，数个春夏秋冬，给老兵的人生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蓦然回首，这一路有欢笑也有哭泣，更收获了难以割舍的兄弟情谊。老兵寄予难舍战友情，退伍老兵在车站候车向警营告别，向退伍老兵赠送纪念品游览。第二故乡山西警衔支队在家常委送别退伍老兵，支队在家常委与退伍老兵合影留念。最后一次军礼作者胡光伟森一动。